小俊怎么了？不要！小俊，我在这里。你的手怎么样？要不要？我没事。都是你。你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 刀疤，你说他用刀划你了？没有，他就是拿手碰到了我的脸，所以没有伤痕。他居然敢碰你，赶紧洗掉。 笑什么？像你像个老头子，你不也像个老太婆吗？当然了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变老的。 我不过是磕了一下，怎么这么长不起来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超能力会不会是伤口疼了？我想自己处理一下，你在外边等我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自己小心，有事叫我。 去医院。没事，我就是太饿了，头有点晕。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想吃柴姐煮的饭。